这个烧吼，你要唔好打掉。哎，会使摸，会使摸，哎哎。对对，你们放不掉，都是烧的，不能。都是都是搞黄色路标。谁敢溜啊？在十一点钟的时候报案，接获报案哦。那我们因为到在消防分队隔壁哦，三分内就到达那座楼。那据现场的人员表示哦，它是一个再生水的新建工程。那因为它在电焊的期间不小心引燃下面的泡棉哦，导致刚刚的时候火焰蛮大的哦。那到现场之后，我们总共出了五条水线来做防护哦。那总共在19分哦，在十一点的这个时候控制，那是七分熄灭哦。那其中有两名，那个再生水施工人员啊，由我们救出啊。那原本他是在另外一个水池里面，水深大概水下距离地面的深度大概10公尺左右，由宽通地板那边带上来啊。那那两名哦，由解伤之后没有受伤之余啊，然后刚好是在事件的旁边啊，我们总共出动了11个单位，那22台消防车哈，还有56名人员。